个六级，他出头鸟，不死偷袭，就一起解决掉。不好，你引居作战开，去。骑士天罗夺魄，大爷用的可是狂话，天使之怒。怎么？就是联想到咱的那只猎豹团吗？别挣扎，你们的一切我也了如指掌。好久不见，龙皓晨，我能有今天还得感谢你曾经带给我的痛苦和耻辱，我都会让你百倍偿还。而你没有神格相助，还拿什么和我斗？这一次我要你有来无回。专门为你准备的修复，在我的魔龙血牢中，你的灵力只会化作我的力量，凭一个六阶的蝼蚁又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糟了，灵力在加速流失。皓晨，晨，这次终于轮到我来审判你了。你在梦幻天堂带给我的耻辱，这里还给你。不行，必须赶紧挣脱束缚。雅婷，是三绝。